今天会喝到有热的，有冷的。那我等一下会现场为各位示范热冲的方式。可是我们的冰咖啡，因为我刚刚有说需要好几个小时，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做好。这咖啡包是有填充氮气的，所以你打开它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它非常新鲜的香气。